それだけが起こす必ずの終わり明け方の電車に揺られて。你是不是很想参加毕业典礼呢？但是没办法，没关系，我也是 OK。 视讯开始了吧？好，开始了哦。 OK， 安安你好，各位毕业生，我是县长阿伯安安。疫情严峻，让大家不能齐聚毕业典礼，不能一起欢笑，不能一起流泪，更不能一起拥抱，真的真抱歉。所以今天特别来上线，跟各位同学献上最深的祝福。每到六月的时候，看到凤凰花开的时候，总是提醒着我们，这是迈向新生活的一个新季节。今年在毕业前夕，面临这场严峻的疫情，紧绷的心情打乱了我们原本的伤感与不舍。平安啊，来吃饭啊，好啦，来祝贺啊。我知道在毕业前大家会更加珍惜与同学相处的日子，但因为停课，大家突然变成了网友，下课的时间聊天时光也没有了，也不能休息跟同学去逛街吃点心，酒后的毕业典礼旅行计划也赶不上变化。我知道各位同学们难免失望又无奈，县长阿伯在这边还是要先谢谢你们及家人，大家配合整个防疫的措施，你们都是最棒的防疫勇士，也要谢谢老师们的协助，共同作战完成远距教学和线上的毕业典礼的任务。垃圾车来了哦，垃圾车旁边倒一个垃圾哦，但是要戴口罩哦。虽然说社交距离取代了拥抱的零距离，酒精消毒抹去了洗手的温度，口罩也遮住了我们彼此祝福的笑脸，但不变的是真诚的祝福，还有我们隔空彼此互道珍重的心意。最后要恭喜所有毕业生，县长阿伯满满的祝福无法当面递送给您，只能跟你视讯，希望你能感受到县长阿伯屏东 style 多一度的祝福。疫情这一刻不会因为毕业就下课，而这一刻我们都要好好的学习，绝对要安全及格下课，遇到问题面对它，解决它，我们一起加油。总有一天我们一定能脱下口罩，看见彼此的笑容，给对方一个久久不见的拥抱。毕业快乐！